那我们今天会给大家讲到数据库技术考点的一个内容。那数据库这一块主要会涉及到这些内容，来，我们依次给大家展开一下啊。那会涉及到数据库技术基础啊，那这一块会考到2到4分，然后数据库管理系统1到2分是吧？关系型数据库的运算，哎，2到4分，也就是说这一块非常重要，对吧？然后关系代数的运算。以及 ER 模型啊，会考是吧？你可以看一下，它都会考察基本案例分析必会出一个，那主要会集中在 ER 图啊、关系模式啊这一块的一些内容。那么从考试的题型上来看，主要是会考到选择题和案例分析，也就是说我们的上午和下午都会考到这一块的内容，属于非常重要的要点。那么预计的分值给大家做一个估计啊，那么在选择题呢会考到5到8分，案例分析题出到就是15分，所以这一章是属于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那我们下边开始给大家讲一些比较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呢是关于数据库的三级模式和两级印象。那三级模式和两级印象呢，在这一块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它有三个模式，对吧？第一个啊，我们要知道它有三个模式，那三个模式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内模式、模式和外模式。那它分别对应的是啥啊？那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内模式。内模式呢又叫存储模式，它是管理如何进行存储我们的物理数据的。那也就是说，我的数据最终落到数据库的时候，是以一些个文件的方式所展开的。所以在这个里边啊，它说的是我如何去存取一些物理数据。那在这里边，它是以一些文件的方式进行存取啊，要注意内模式是文件存取方式。然后第二个呢是模式，模式又叫概念模式和逻辑模式，它指的是我们数据库中的一些表结构。那也就是说，当数据放到我的这个数据库中，是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结构呢？哎，它是一种，这种逻辑结构，一般来说，它会是以这种表，以这二维表的方式做展开的，做展示的。那么外模式又叫子模式、用户模式，是基于这样的一些表，然后我们用户看到的，是吧？用户关注到的哪一部分的数据，那这是外模式的体现。好，那么在这一块呢，它经常以视图的方式，以视图的方式体现。那么如果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的话，那这一块我的概念模式大家可以理解为我整个公司的，是吧？整个公司的一个员工信息啊，所有的整个公司里边所有的员工信息，会包括员工的基本信息啊，员工的薪资啊，员工的其他的一些信息情况，是吧？绩效啊等等。都是包括在这个概念模式里边，那我们就可以以这种方式啊做一个理解。好，这是概念模式啊。然后，那么外模式呢？你可以这样子去想象一下。那么我不同的人关注的是，不同的人关注的是我的数据库表结构的一部分数据。比如说，我是员工处的，是吧？我是员工处的这个人员，只关注一部分员工相关的信息。我不需要关注薪资的，那我薪资管理员只关注薪资，我不关注其他的，是吧？然后，我其他的一些个像绩效考勤员，他只关注于绩效考勤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同的人他关注的是这一些数据不同的部分，那么这种叫做它的一种外模式。外模式呢，通过一些视图做一些表示。然后下边呢就是内模式。内模式呢，它是我们这个数据表，是吧？在我们看来，数据库是由一些表构成，但是如果它真正落到数据库的时候，它在磁盘上是以文件的方式做存储的。好，这是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三个模式，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记住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每个模式用什么表示，每个模式用什么表示？内模式是文件，是吧？然后呢，模式呢，是一些基本表，是吧？用一些表。然后外模式用视图，所以这些个是常考的一些要点。那么同时第三个问题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个数据库只有一个内模式，然后一个数据库只有一个模式啊，但是呢会有 N 个外模式啊，会有 N 个外模式。
好吧？所以在这一块儿我们要注意一下啊。好，这是这一个。那么在这一块儿，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它常考的要点，虽然在我们这的题中没有，但是在其他的科目中考到过。那其他的科目中考到过，我们在这一块儿呢，就是我也给大家提出来啊，提出来之后大家引起注意。比如说，我说了句促索引啊，如果我说，我在这个。在我的一建立索引的时候，我建立了句促索引，是吧？句促索引，那么大家来想一下，是改变的什么模式？如果我建立一个句促索引，然后我是对哪个模式的一个修改？那么句促，如果是句促索引的话，那么它是对内模式的一个修改啊。这一块呢，它经常会考到，在其他科目中经常考到，在咱们这一块呢还没有考到，所以我把这一个也给大家提一下啊。好，下面是关于它的两级映像，对，内模式。那么两级映像呢，分别是逻辑独立性和物理独立性。那么第一个是逻辑独立性，逻辑独立性是这一块，来跟着我的思路啊，然后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逻辑独立性。逻辑独立性是外模式到模式这一块的一个映射关系，那么它指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的一些表结构，是吧，我的一些表的一些关系增加的时候，增加一些属性的时候，那我的这个应用程序由于是根据外模式而编写的，所以我只需要改变它们的映射关系就可以了，不需要对我的应用程序做一些修改。好，那么这种就是逻辑独立性。那下边是物理独立性，物理独立性是这一块儿，是由概念模式到内模式之间的映射关系。那它的意思呢，就是说，哎，我们之间会有一个映射啊，因为分层映射嘛。那我数据库如果说，我当前是 Oracle 数据库，然后我变成了 MySQL 数据库，或者说，哎，我变成了国产数据库，那这个时候我只需要改变，哎，我们的映射关系就可以了。而应用程序是不需要调整的，那这就是它的一种物理独立性。好，来大家体会一下，它有两个独立性啊。那么以上数据库呢，它其实也是个分层次的设计，它可以分为了三级数据库，分为了用户级、概念级和物理级。用户级会体现在外模式对应一个的视图，然后概念级呢，哎，概念级是吧？那它对应的是一些我们的这些。模式啊，就是有一些基本的表结构，然后物理级就是一些文件或者说数据的实际存储啊，这是这些个内容。OK 啊，好，那下边我们看到数据模型，那数据模型在这里一块啊，我们需要掌握一下数据模型它的一个这些个它的一个分类。那么在这一块我们主要记啥是吧？咱们只需要记住咱们首先理解一下啥叫数据模型。就是这个数据存放到我数据库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结构进行存取的？那第一个呢是关系模式，关系模式是以二维表。啥叫二维表呢？哎，就是类似于我们的 Excel 表，啊，类似于 Excel 表。那么这种就是我的关系模式。好，所以大家把这一个掌握，就是关系模式它的数据模型是二维表。然后概念模式的话，概念模式呢，哎，在这一块啊。它是从用户的角度来建模的，它是用户角度的建模。那么用户角度呢？哎，它建立的是实体关系图，也就是我的 ER 图。好，这是这个思想。那么还有呢，就是网状。那么网状呢？哎，在这一块啊，网状就是这种结构。哎，就是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我标识的话，就是这一种。那么这种就是网状结构。它如果说我们用形象化的方式去表达的话，它就是一些有向或者说无向图啊，就是它是一种这种图的方式做一个展现的。那么面向对象呢，它就是以对象为单位。我们知道对象是客观世界的一个抽象，是吧？那么面向对象模式它是展示的是对象。那在这一块我们重点需要掌握的就是。关系模式是以二维表的方式做表现的。好，那这一个啊，把我画上的这些个内容掌握。那下边数据模型有三个要素，包括数据结构、数据操作和数据的约束条件。
那首先数据结构，那啥叫数据结构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在前面讲到过的是吧，二叉树啊，图啊，就这些个是吧。然后数据的操作，操作它指的啥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对数据的一个 CRUD 就是增删改查是吧，就是对数据的操作。然后它的一些约束条件呢，就是指我们对这些数据进行一些约束。那么在这些约束中，我们会包括像我们后边会给大家讲到实体完整性啊，然后参照完整性和用户自定义完整性，好，这些个我们要知道一下，它有三个要素啊，一个是它的结构，一个是操作，一个是它的约束。好，下面一个主题呢是关于压图啊，这个压图呢就是它是这种结构。那首先它是从用户的观点进行建模，它是我们概念设计阶段最基本的产物。那它长得啥样呢？来，我们看一下这种方框是吧，方框里边代表的是实体，那么两个实体之间我们通过这种菱形相关联的话，那么这种就是代表了一些关系是吧，这个代表的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那如果我们在这上面标上了1:1是吧，1:1，那说明他们两个呢是一种1:1的关系。那啥叫1:1啊？那在这块儿我再给大家稍微扩展一点点，就是有1:1，有1:n，有m:n是吧。好，那其实它的本质1:1就是1:1，那么1:n它代表的是一对多，然后 m:n 的话呢，它是多对多啊，是这种方式对吧。好，那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在这一块呢，有的时候它叫1:1，有的时候叫1:n啊，那有的时候呢它这样子去写是吧，就是这种1:星号，然后这个 m:n 呢就是星比星是吧，星比星就是这种结构。它有的时候呢就像这一种，它也代表是一对多。好，那么这块啊是我们的一些小的细节，所以给大家稍微提了一下，这是我第一个给大家提到的内容。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注意一下他们之间的这种1:1啊，1:多，有没有多对一？没有啊，没有啊，这个多对一呢就是一对多嘛是吧，他俩不一个意思嘛啊。好，那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那1:1你可以这样子去联想，1:1就是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就是一对一的关系，一个妻子有一个丈夫，一个丈夫呢也有一个妻子是吧，那么这种呢就是一对一的关系。那么还有呢叫一对多，那一对多这个关系呢，它是一种叫一夫多妻制，一夫多妻。咱们怎么去想啊，你想一个丈夫呢有好多个妻子，但是一个妻子只有一个丈夫，那么这种就是1:n的关系。那如果说多对多 m:n， 它就相当于多夫多妻，多夫多妻制是吧，多夫多妻。好，那这块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多夫多妻呢就是说一个妻子有多个丈夫，那一个丈夫也有多个妻子是吧。咱们是以这种形象化的方式给大家是不是好记了对吧，好记忆了吧。那这是这样的一些关系。然后下面呢我们再给大家展开一点点啊，再展开一点点哈。那在这里边超市，你看一个超市有一个经理，那么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块是一个方框，那么这一块是两条线是吧，两条线那它代表啥意思呢？它代表的是这个经理是属于员工的一种，你看业务员也属于员工的一种，部门经理也属于员工的一种，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就是他们是一种属于的关系是吧。你看这个员工他类似于一个强实体的话，那么这两个啊，就是说你看经理是属于员工的，业务员也属于员工，他也不叫弱实体啊。那么弱实体呢，他这种关系呢应该是一种属于的关系。大家来看又是这一块是吧，只要是这种呢就是一种属于的关系，比如说业务员属于员工的一种。那么啥叫弱实体呢？
这个弱实体是相对于强实体而言的。你比如说在我们数据库中有员工，是吧，有员工这个实体，但是呢还有一些实体，比如说员工的家属，那么这个家属相对于员工来说它就是一个弱实体啊，相对于他的员工来说是弱实体，就是家属的信息，你就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因为家属的信息是依附于员工而存在的，如果这个员工不在我的系统里，我就没必要保存他的家属信息，所以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属于一种属于的关系啊，是这样的一种啊关系，好吧。好，那在这一块啊我们给大家解释了。那下边啊就是我们看一下关于它的压图中的一些内容。那么实体一般来说是客观存在可以相互区分的事物，比如说人啊、汽车、图书、账户。哎，在这一块我给大家说一个场景啊，突然想起了一个场景，所以给大家说一下。那么假设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描述，我的业务流是这样描述的，王老师啊，王老师上网然后买一个苹果手机啊，买了一款苹果手机。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看一下它的实体都有什么。好，第一个王老师是一个实体啊，是吧，然后呢我告诉大家账户也是一个实体，然后苹果手机也是一个实体。那么这个账户和王老师他们两个，是吧，这两个为啥，大家想一下，就是好多学员可能会感觉，哎，账户跟王老师这不是一个意思吗，为啥要区分两个实体呢？哎，就是因为王老师是个人，是吧，他是人的一个实体，而账户呢他是一个物或者说是一个事儿都可以。那你比如说王老师有的一些属性包括这个名称啊，就是他的姓名、年龄、性别，是吧，他有这些属性。而账户呢，账户会有账户名，是吧，或者叫账户的 ID。那还有账户的状态，你比如说我这个账户是启用的还是冻结的。那你比如说你不能说人，是吧，人是有什么冻结的状态，是不是，所以这个啊我们是两个独立的实体。所以如果大家再去找一些实体的时候要区分人、账户这种信息，好吧。那强弱实体其实刚才我们给大家讲到了，弱实体是依赖于强实体的存在的，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那么比如说我这个系统里有张三这个员工，张三这个员工是我的系统里边的员工，然后我的弱实体就是他的家属，他的家属信息是因为员工的信息而存在于我的系统中来的，所以那么家属信息就是一个弱实体，账户不是弱实体啊，账户是一个实体啊， OK 吧。好，那么实体集呢是有相同类型或共享相同属性的集合，比如说学生课程啊。好，那么属性是指实体所具有的特性啊，就是说我这个实体有哪些个属性，比如说哎，刚才我说到了这个账户，账户呢会有账户的 ID、 账户的状态，那么它的 ID 和状态就是它的一些属性。属性呢有简单属性、复合属性、单值、多值、 None 和派生。好，那简单属性就是单个的，像刚才我给大家举到的像 ID 啊、状态啊，是吧。那啥叫复合属性，复合属性呢它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这个是我的一个姓名，我的姓名呢叫 name， 然后我的 name 下边又包括两个，一个是 first name， 一个是 last name， 对吧， first name、 last name， 那么这种就叫做复合属性。那么单值，是吧，单值呢就是哎，我们是一个一个的啊，就是一个一个的是原子的，比如说我 first name、 last name， 是吧，那这种就是原子的。好，那么在这里边还有多值，是吧，那么多值这个属性呢就是可以对应多个值，比如说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呢我们有电话有手机号，是吧，那么这种就是一个属性可以对应多个值，那么这种叫多值。好， none 呢就是none 或者是空或者是不清楚，空或者不清楚。而派生属性呢是经过计算得来的，哎，你比如说我的金额等于我的单价乘以数量，单价乘以数量就是我的等于这个我的金额等于这两个相乘，所以
他们两个是派生属性啊。好，联系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是吧？咱们这一块呢，主要会研究到两个实体的属性，有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这个多对多。当然啊，他们之间如果多个实体之间的关系呢，还会比较复杂一些啊。好，那这一块我就都给大家回顾到这里了。那在关系模式中，我们的关系模式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张二维表构成，是吧？它有行和列。那么在这一块我告诉大家，就是这样的每一列，在这一块我给大家稍微拓展一点点，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啊。那我的每一个列，然后叫做啥呢？叫做属性。每一列都叫做我的属性，而我的表中的每一行都是我的叫做元组。那在数据库的表中，每一行它不叫行，它叫元组。每一列呢，它不叫列，它叫属性。那么在这一块大家来看，如果说我这个东西叫啥，这个东西叫做属性分量啊，叫做一个一个的属性分量，好吧。然后那么在这一块会涉及到由压图转换为关系模式。那么到底它是怎么样进行转换的，是吧？转换的时候有三种，有一对一的、一对 n 的、 m 比 n 的，怎么样进行转换。好，那这一块呢，文字不好理解，是吧？文字的东西特别不好理解，我们依图胜千言，所以给大家画图啊，在这一块给大家画了几个图。首先我们在转换的时候要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则，我们要遵循在转换的时候要遵循规则，就是我一个实体的形必须转换为一个关系模式。然后联系转换关系的时候会有几种模式，因为我们分为一比一的、一比 n 的、 m 比 n 的，是吧？有这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每一种关系它表达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一块啊，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转换。好，在转换的时候，如果是一种一比一的，是吧？一比一的联系，那这个时候呢，首先我每一个实体的形都必须转换成为我的关系模式。你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关系，它就是一比一啊，这样的关系。那我教师，大家看，教师是一个实体，所以我在转换成关系模式的时候，就等于教师，是吧？你看一下它上边是不是有很多属性啊？有职工号、姓名、职称。OK， 这样子我就转完了。然后我班级呢？班级大家看，是吧？班级有班级号，还有学生人数。那在这个两个属性中，其中职工号和班级号是它的一个标识啊，类似于它的一种标识。那么当然，我们在后边会给大家讲到它的是一个主件。那这两个是它的一个标识。好，那我如何，是吧？这种我表达的是实体，一个实体的形必须转换为关系模式。那么它的联系也需要转换关系模式。那么联系在转换的时候呢，我可以以独立的，可以转化为一个独立的关系模式。你比如说这个造型的，对吧？这个造型的，那这个造型大家来看，我这个管理，是吧？管理就是我的一个关系模式。那它等于职工号，是吧？再加上班级号。那这两个大家来看，是不是我把这两端职工号和班级号，也就是说这两个，然后我把它放到里边，然后再加上我这个属性自己的啊，就是这个联系自己的一个属性，那么就构成了我的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转换。好，这是这一块。那么我还有一种转换思路啊，或者我与任何一端做个合并，那主件保持不变。比如说教师，是吧？教师呢，有职工号，是吧？有这个姓名和职称，这是这个教师实体自己带的属性。那么我可以把，在这一块大家来看，我可以把教务，是吧？放到这里来啊，就放到这里来，那么组成它的一个这个关联。那么班级啊，等于班级号和学生人数。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可以以任何一端啊做一个合并啊，跟任端做合并都可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转换。好，那这就是我们可以以任意一端做合并啊，这是它的意思。然后下边就是到了这一块，就是如果我们是一比 n 的关系，那么一比 n 的关系呢，就是当我们去是一比 n 的时候，我们可以转化为独立的关系。你比如说班级，是吧？包括班级名啊，然后还有呢学生啊，
这是它自己的属性。然后等我组成我要表达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包括的是班级号和学号，是吧？把这两个然后放到一起，那么这种就是它这一种的关系。然后下面呢，如果是 N 端，那么 N 端呢，我们是跟 N 端做合并，是吧？我们要跟 N 端做合并。那这个时候我们合并是怎么合并呢？来，在这里边我们要 N 端啊， N 端大家看是学生端。那学生端的话，来，我们看如果学生自己的话，你看学生自己的话，这是它的三个属性。那么我要表达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的话，我把这个班级号做一个外键放到这里边就可以了。然后下边是如果是 M 比 N 的关系的话， M 比 N 的关系的话，我们在进行转换的过程中需要独立的一个关系模式，需要转换为一个独立的关系模式。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学生和课程，学生和课程这是他自己的一些属性。而组成，你看组成就是说我的这一个就是类似于我这个选修，是吧？选修呢它是由学号、课程号和他自己的属性构成。那么这种就是 M 比 N 的关系，它需要独立的转换为一个关系模式。好，OK， 那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然后下边呢就是关于数据库设计。那数据库设计这一块呢，我们需要掌握的内容会更多一点啊，掌握的内容多一点。它是这种情况，来我们看一下。首先需求分析，是吧？那需求分析呢，它会包括，是吧？需求分析阶段的产物是数据流图、数据字典和需求说明书啊，是这样的一个产物。所以那么我们知道数据库设计阶段第一个阶段它输出了啥，然后第二个呢是概念结构，概念结构呢是输出的是压图，逻辑结构设计阶段呢是关系模式啊。那其实它的关系模式呢就是由压图去转换为关系模式的一个过程。那刚才我也给大家介绍了怎么样进行转换，对吧？好，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它的一些个要点给大家画一下。那需求分析阶段，像刚才我们说到了需求分析阶段会产生数据流图、数据字典和需求和需求说明书。然后概念设计阶段我们产生的是压图它的一个典型的成果是压图。那么压图呢在这一块我们它并不是说一下子就设计出来的，它是由局部的视图局部的一个压图，然后我们合并取消冲突，然后生成的是初步的压图，然后我再修改重构或者消除冗余到了基本的压图。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这个过程，选择局部逐一的设计压图，这个压图是局部的，然后做合并，然后重构消除冗余。好，这是它的一些内容。那下面是逻辑结构，逻辑结构设计呢其实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内容是干了啥事儿啊，最主要就是我们把压图转换成了关系模式怎么转换呢？我在前面也给大家讲过了。在转换的过程中，第一个要确定数据的模型，第二个我们去指定压图转换为指定的数据模型，然后第三个呢是完整性约束，第四个呢是确定视图。好，在这一块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就行了。它最主要的是由压图转换为关系模式 ，OK 吧？好，那下边这一块就是我们需要掌握它的一些个基本的理论知识就可以了理论知识。然后下边就是关系代数这一块会涉及到我们的一些个运算的问题好，那在这里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关系运算在关系运算中我们比较重要的像笛卡尔机还有自然连接自然连接。好，那么这一块呢什么叫做，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笛卡尔机。笛卡尔机呢就是类似于多项式的一个乘法。那比如说我有一个多项式 x1 加 x2 然后乘以 a 加 b， 假设是这样子，那你看是不是等于 x1 乘以 a 加上 x1 乘以 b 再加上 x2 乘以 a 再加上 x2 乘以 b，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好，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如果我们进行笛卡尔机它的思路是一样的，那我用 s 中的一行，我用 S 中的
这一行分别啊，就是我这一行分别的跟 S2 中的每一行做它的笛卡尔基。你看这一块，然后这个是我 S2 中的第一个元组，是吧？然后等这一个呢是它的第二个，然后这一块是它的第三个，然后同样的道理是吧，我第二行啊，我第二行分别的和 S2 中的每一个元组啊做一个合并。那么这种啊，这种就是我们的这种笛卡尔基的内容。那么来，大家来看一下这种笛卡尔基啊，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些运算之后，那么它的行和列分别是多少？行和列，那么这一块呢，就是它有几个列是吧？笛卡尔基之后，它的列等于啥呢？等于 S1 的列加上 S2 列。你看是不是？你看它一二三列，一二三列。我们进行笛卡尔基之后，那么就是六列。那么至于它有多少个元组呢？哎，它是 S1 的元组乘以 S2 的元组，三三得九，所以它最终算出来是九个元组，是这样子的。来，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一样的啊，它是一样的，好吧？这是这个内容啊。好，这是关于笛卡尔基。然后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自然连接。那么自然连接的话，在这一块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自然连接呢要求啊，它是这样子的，它必须要进行等值连接。等值连接之后，然后我们把相同的属性列去掉一个，是吧？它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就是这种。好，那么假设我们看一下这个 R 和 S， R 和 S 我们进行自然连接后的结果是多少？那这个时候就要求我有相同的属性列，你看这一块有 AC， 这一块有 AC， 那我要保证它们两个相等。来，大家看一下 AC， 哎，相等了。然后下面呢 B 和 D， 哎 BD， 哎这一块有了。然后呢 C 和 E， 哎这一块没有，是吧？然后 D 和 J， 哎也没有。所以那么能配对的是不是只有这两个？好，那么只有这两个之后，我先给大家做等值连接啊，做等值连接。等值连接之后呢，就是 ABCACD 啊，我们先看等值啊。等值连接的话就是 ABC， 然后 ACD， 是吧？然后下来呢是 BD 啊， B 和 D， 也就是说这一个 BAD 这一行，然后和 BDJ， 对吧 ？BDJ， 好，那这个时候就是我等值连接后的结果。等值连接之后呢，哎，我们说了，自然连接要去掉一个相同的属性列，也就是说，把相同的一个属性列我需要去掉，那也就是哎，这种就转换成了我这种关系了，对吧？好，那么进行自然连接的话，大家要注意啊，有两步就可以了啊。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关于这个关系代数中的左外连接、右外连接和完全外连接。那首先就是我们要进行左外、右外和完全外连接，需要我们先进行自然连接啊。自然连接后的结果，好，这一块呢，像前面我给大家讲到了这个什么叫自然连接了。那自然连接后的结果就是长这个造型的，是吧？这个就是自然连接了。那自然连接后呢，哎，我的左外连接是指啊，在自然连接的基础上，好，这块是我自然连接的结果。然后我把左边舍去的放到新的关系中，左边来大家看就是 R 中，是吧 ？R 舍去的，那么它能配对的，我们看一下是 BA， 就是 BAD， 还有呢 CDD， 是吧？这两行是配对的，那这两个是舍去的，舍去的呢，它叫悬浮元组。就是舍去的啊，它叫悬浮元组。然后那么我再把它加到新的关系中，是吧？然后因为我们知道 A4 是配不了对的，所以我们用 none 进行表示，这种叫左外连接。那么右外连接是在完全啊，就是它的自然连接的基础上，把右边舍去的又放回来，这叫右外连接。完全外连接呢，就是在自然连接的基础上，左边加右边都给放出来，那么这种叫完全外连接。好，这是这两个内容啊。
主要是带着大家再回顾一下，因为这些个呢录播的时候肯定都给大家讲到了，对吧？然后下面我们看一下键与约束。那么键呢，超键是吧，能唯一标识表中的一个这个属性的组合就叫超键。而候选键呢，它是去掉一些冗余的属性就构成了候选键。来，我举一个例子出来大家就知道了。假设我这个是一个学生表啊，我的学生表，学生表里边会有学号，有学号，有姓名，有身份证号啊，有年龄是吧，有这个职称吧。哎，应该学生没有职称哈，那我就给来个课程号吧。好，课程号啊，假设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超键它是指啥呢？你比如说我学号能够唯一标识一条记录，我学号啊能够唯一标识一条记录，那么这种啊就是我的一个候选键，候选键。比如说学号，我知道一个学号就能知道一个名这个学生了。然后我告诉大家，身份证号也是一个候选键，是吧？你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身份证号它也是不能重复的呀，对吧？是唯一且不能重复的。那这个时候这两个呢都叫做候选键。那么啥叫超键呢？比如说学号、身份证号，这是超键。那么学号和姓名的一个组合啊，也叫做它的一种超键。也就是说，哎，能唯一标识一表中所有的啊属性的一个组合，都叫做它的一种超键啊，就是类似于这种。而候选键呢，就是去掉一些冗余的。你比如说，我学号就能确定一条记录了，那你加个姓名，相对于来说它是冗余的啊，它是这种情况。好，那么主键呢？主键就是我们选任选一个候选键来把它当成我的主键。比如说，一般来说我们会选择学号，是吧？当做我的主键，就像选村长一样，有好多个候选人，对吧？他有很多个候选人，那这个时候呢，你选出从候选人里边选出一个当主键啊，是这样的意思。而外键呢，它是其他表中的一个主键啊，它是其他表的主键。好，这一块是咋回事呢？你比如说像刚才我举这个例子，这儿有个课程号，那么我假设我还存在一个课程表，就是它的一个课程表，那么在课程表中它的一些属性包括课程号啊，就是课程的编号，以及课程的名啊，还有它的学分是吧，学分，像这种。那么在这种中，哎，我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么什么叫做外键，是吧？外键呢就是这样的意思，我让大家一下子就理解。那在学生表中，我的学号，学号是我的主键。在课程表中，课程号是我的主键。那我的课程表来到学生表里边，我课程表来到学生表里边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外键。好，咱们可以这样子去想一下，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这个形象的例子，让大家一下子就了解了。比如说学生，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家庭，那在学生这个家庭里边，学号是他的主人。那么在课程这个家庭里边，课程号是他的主人。那虽然你是我这个表的主人，但是呢你来到别人家做客的话，你就是一个外人，对吧？那这种就是外键，大家看一下有没有理解啊？这种就是外键啊。别的家庭里的主人来到人家家做客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外人，简称外键。 OK 啊，好，这是这个内容。好，下面是主属性。那么主属性呢，是指候选键内的属性被称为主属性，其他的是非主属性，也就是我候选键里边的算是主属性啊，然后其他的都是非主属性。 OK 好，然后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关于完整性约束啊，看一下完整性约束这一块的内容。那么完整性约束呢，首先第一个呢是实体完整性。实体完整性它要求的就是主键的概念，主键不能为空也不能重复。就相当于你可以这样去想，在我们的学生信息表里边，在学生信息表里边的张三李四王五，是吧，这种呢就是不能重复，就是每一个实体都是每一个实体它不能重复啊。那你比如说学号
我们学号就是不能重复的。如果你说你把姓名当成主键，姓名有很多重名的，所以它就不能当主键，对吧？它得唯一的去标识一条元组。比如说，我说001，那它会代表张三，是吧？然后002，它代表第二个张三。虽然它都叫张三，但是呢，它代表的是不一样的张三。好，就类似于这种叫实体完整性，是唯一的啊，它是唯一的这种关系。第二个呢，叫参照完整性，是外键。刚才我就给大家讲到了，是吧？你别的表的主键来到我这个表中，那么它就是一个外人，是一个外键啊。然后下面是用户自定义完整性。用户自定义呢，就是指，我这个属性呢是可以自定义的。比如说年龄，我就可以写，这个0到100啊，100，好，就可以这样子，是吧？好，下面我们看一下SQL语言。SQL语言这一块呢，来，在这一块是吧？SQL语言呢，它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它的一些 SQL 语句的意思，像这些个我们从英文单词的角度认识就可以了。比如说创建表 （create table） 是吧？create table。好，如果说大家会感觉到这里边名词很多的话，需要理解，你记是记不住的，需要理解。实在不行会做题也可以。好，那么我创建表呢叫 create table 啊，英文我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列的完整性 none 是空或者不清楚 ，unique 是唯一啊，是唯一 ，primary key 是主键 ，foreign key 是外键啊。好，下面我们来一个咱们来一个例子。那 create table 就是我创建一个表，这个表呢叫 stu， 它约束了一下 sno。int 是它的数据类型，然后 not none 不能为空且为一，就是这块约束的是唯一且非空，好吧？然后它会有一些属性，它的这个属性呢是性别，性别它的数据类型是 char， 然后下面是下面是一个部门，部门约束了一下它的数据类型，然后 name 是吧？约束这些个是它的数据类型啊。在这一块 primary key 是主键，主键呢也就是说 SNO 是它的一个主键， foreign key 呢是外键，是吧？ foreign key 呢是从哪一个表 reference 啊，就是它是关联了哪一个表作为它的一个外键，这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些个呢从英文的角度去理解一下即可。那下面修改表，修改表呢是 alter， alter 是修改，修改一个表，然后这一块修改是 add， 是增加了电话号码，是吧？就相当于我把这个表增加了一个属性啊，比如说电话号码这个属性。然后第二个 alter table stu， 然后我修改是吧？这个 modify 是修改嘛？修改，然后 sno 啊。然后下面删除表是 drop。好，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给大家稍微再展开一点点 delete 是删除。是吧？那 delete 它是删除了一行，而 drop 呢一般是删除整个表。好，下面还有会有一些个 SQL 语句啊，你比如说 select from where 啊，那么分组啊，分组查询叫 group by， 是吧 ？group by， 然后如果要在组上再加一些条件，我们用 having 子句。好，这一个呢，其他的科目也经常会考到，比如说 select sno。啊，就是我们去筛选 SNO 啊 ，SNO 呢，它就是一个一般来说是一些学号，是吧？然后还有它的平均成绩，啊，就是我筛选两个属性列 ，from 啊，从一个这个 student 的表中 group by， 然后按照我的 SNO 进行分组 ，having 啊 ，having 就是它的一个组上的条件，然后平均成绩要大于60。那么在这一块儿，录播的时候肯定都讲到过了，是吧？都讲到过了，在这一块呢，我们就不给大家再去赘述了啊，所以赘述了。好，总之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些内容，它是一种组上筛选啊，组上筛选它的意思。比如说，就是咱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表，是吧？想象我们这个表是一个学生成绩表，那么学生成绩表我们有一些属性列，有 SNO、SName。是吧？学生姓名，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score，
COIE 就是它的学分。那这个时候呢，哎，咱们怎么样去是吧？怎么样去把这个做一个筛选呢？它的筛选，它的思想就是这样的 ：select 就是我查找 SO 在这一块儿，然后哎，我对它求一下它的平均成绩，是吧？求平均成绩，然后从这个表中，这个表就是学生这个表 ，group by 呢就是按照我的这个学号做一个分组，是吧？我可以做一些分组，然后分组之后，我会在组上去选一些条件，我选一些平均分大于60的，然后给它筛选出来，就是这样意思啊。好，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下，就是 group by 啊，然后如果组上筛选用 having 这样的一个关键字，然后下面如果说我们去更改或者说更名的话，我们是用 as， 比如说 select so as 学号，是吧？我把这个 so 给改名或者叫重命名成学号，然后下来是字符匹配是 like 啊，然后数据库如果说插入的话是 insert into values 啊，那么就是 insert into 是插入，然后数据库删除是 delete 啊，就是 delete t1 where 啊，这个或者说如果你再加一个 delete t1 from student where so 等于4，也是可以做一些筛选，然后数据库的修改是 update T1 set， 就是我把这个表 T1 然后 set 是修改为什么，是吧？就相当于修改设置为什么。那么如果是排序的话是 order by， 默认的话是升序，降序是 DESC 啊。然后下面 distinct 它是一种去重啊，它是去重你就知道就行了。 union 啊，它是一种这种或的关系，是吧？它是或。好，还有这个叫insert， 那这一个呢它是同时，是吧？就是它是一种与操作，一个是 union 是或啊，然后它是与，然后下面啊我们有一些聚集函数，这一个是它的最小，这一是平均，这是求最大值。好，那在这一块呢我们讲的虽然很多，是吧？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大家会做这些题型也行。好，那我看一下这样的几道题啊。热关系给定关系 RS， 然后则关系 RS 进行自然连接后，它的元组个数和属性列的个数分别是多少个？那首先我们来看，我们要进行自然连接。自然连接的话，要求我们有相同的属性列。那相同的属性列，大家看 CD 是吧 ？CD 和 CD。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先进行等值连接啊。我先给大家做等值连接。那么等值连接之后呢，大家看这个15157474 OK 都有，那么就是我们把它写出来啊，等值连接之后的结果是31515，然后这一块呢是6574，是吧？这个是6574，然后这一块是74，然后下来是6374，然后74。好了，那这就是我等值连接之后的结果，这是等值啊。等值连接之后的结果呢，我们说自然连接，是吧？自然连接之后呢，我们要去掉一个相同的属性列，相同的属性列呢我们需要去掉。那么这种啊，去掉一组相同的属性列之后，那么就是我的自然连接之后的结果了。那自然连接之后的结果之后，我的元组个数和属性列分别是多少呢？元组个数就是我看一下有几行。好，那么这个很简单，我有三行，是吧？有三行，这是我的哎这个元组的个数。那么我有几列呢？大家看，1234，我有四列，对吧？我有四列，所以是三行四列，所以这道题呢是选 D，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吧？然后那我看下边啊，那么关系代数啊，然后让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关系代数，然后去投影，是吧？投影出来呢？这个一和四，然后在这一块我们要注意一下这种题型我们咋看啊？那这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好，第一问是吧？没问题吧？然后第二个，我们去投影出一四列，然后选择三等于六，然后进行笛卡尔基，要注意这是笛卡尔（括号里边是笛卡尔基）啊。
那么笛卡尔基的属性列就是 ABCDCD， 这是我笛卡尔基之后的属性列，对吧？这笛卡尔基啊，然后他问我们哪一个是跟他相等的，对吧？相等的，那相等的话，来大家看一下他相等的一个内容是啥。他哎，在这里边啊，他让我们说三等于六，三等于六呢，就是这一块，我们来看在这一块是吧，三，三是哪儿啊？哎，在这一块啊，三是它，是 C， 是吧？一二三四五六，那这个是六，你看一二三四五六，它让我们是三等于六，那么也就是说我笛卡尔基之后，我的三等于六，三呢是 R 的 C， 然后这个六呢是 S 的 D， 对吧？所以是 R 的 C 要等于 S 的 D， 是这一块我就给求出来了。然后他让我们去投影出一四，投影出一四也就是把第一个和第四个我给投影出来，那就是我投影出 A 和 R 的这个还有它的 D， 是吧？ A 和 D， 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道题呢是选 C， 这道题选 D。 OK，好，这块没问题吧？好，下面我们看这一个啊。然后下面这一块呢，就是我部门员工啊和项目的关系模式，以及他们之间的压图如下图所示。那么在关系模式中啊，带下划线的属性代表的是主件啊，代表的是主件属性，是吧？就是这一块。然后若部门和员工关系进行自然连接，其结果集为多少元关系？那么在这一块它让我们把部门表和员工表进行自然连接，自然连接要求有相同的属性列，那大家看一下相同的属性列是多少。那么在这一块你看有部门编码，这一块有部门编码，是吧？那么也就是说这一块呢，你看是不是就是这两个就是这两个算是一个相同的。所以那么在这一块我们看一下它的自然连接之后，是吧？我们先可以先进行等值连接，等值连接那就是这一块儿啊，我把它写出来吧。有部门代码，部门代码，然后部门的名称，还有电话，然后还有员工，员工呢有员工的代码，员工的姓名，然后部门代码，部门代码我用其他颜色啊。好，这是部门代码。然后还有呢就是联系方式，还有呢就是薪资，对吧？是薪资。好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就是我们要进行自然连接，自然连接之后要求有相同的属性列，那这个时候你看部门代码和我这一个部门代码，是吧？就是相同的，相同的我要去重，去重，这是不是就是自然连接了？那么自然连接之后，这就是我的这个去重的一个过程。那我看一下它是一个几元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吧？所以是七个属性，所以它是一个七元关系，所以这道题选 C， 就是有几个属性列嘛。然后下面员工和项目之间的联系类型，那在这一块来我们看一下员工和项目之间的联系类型。那一看到是吧，它是一种啥关系啊？那星比星，星比星是啥呀？多对多呗，是吧？星对星是不是多对多呀？所以这道题是不是选 D 啊？好，下面因此他们之间的联系需要转化成一个独立的独立的关系模式。那么它的主件是啥？那么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说到了，是吧？这种多对多的关系，多对多的关系在转换主件的时候，就是每一端的每一端的一个主件就是它的一个这个联合主件，它又叫做联合主件。好，那下边我们看一下员工和项目，员工项目，对吧？那员工呢是员工代码，然后项目呢是项目编号，是吧？项目编号，员工代码和项目编号，所以那这一块呢是选 B， 是它的一个主件，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OK 吧？好，如果有哪一块不会的可以提啊。如果没有人提的话，我就默认大家是会的了啊。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关于并发控制。
那并发控制呢，在这一块我们要掌握一下。首先第一个事物是吧，事物呢是数据库的一个序列，是它的最小单元啊。然后下面呢我们要掌握事物有一个 ACID 属性，那么 A 是它的原子性，原子性呢就是你要么都做要么不做是吧，发生就是原子性的一个问题，要么都做要么不做。然后一致性呢是从一个一致到另外一个一致，那啥意思呢，比如说 A 给 B 转账， A 给 B 转账， A 呢是有500块钱， B 呢是有1000块钱，那 A 给 B 转了200，那这个时候一定是哎他减去200，然后这一块呢是1000他加上200，对吧，那就相当于能量守恒一样啊，不会凭空的消失，它一定会由一个一致到另外一个一致，好，就是类似于这种。然后下面是隔离，隔离性呢就是一个事物的执行啊不能被其他事物打扰，那么就是两个事物啊它是隔离开来的是吧。然后等持续性呢就是说一个事物一旦提交，一旦提交，然后它提交之后就是永久改变的啊，永久改变的，就是我们一旦 commit 之后是吧，一旦 commit 它的改变就是永久的了。好，这是这个内容啊。好，那么这是我们这一块，那下边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并发控制。那并发控制呢就是当多个用户同时对一些数据进行操作的时候，当我们多个用户对同一个数据进行操作，它就会产生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包括丢失、修改、不可重复读和读脏数据。那第一个叫丢失更新，丢失更新是这样子的，你看两个事物 T1 和 T2 啊 T1 和 T2，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在这个一你可以想象为一些时刻，那 A 等于10是吧，在第一个时刻读出来 A 等于10，然后第二个呢 T2 是吧也读了 A 等于10，然后在三这个时刻 T1 这个事物对 A 进行了一个写操作减去5，然后 T2 呢对它进行了写操作减去8，然后这个之后呢哎我们知道你总共才是10是吧，你一共是10个，然后减了两遍，很显然啊这个它都可能写成功，那么是吧，在这一块你看是不是相当于一个数减了两次，那么在这里边它会丢失一次修改。那么不可重复读啊，就像我们这种情况是吧，那 A 呢在这一块做了一个求和啊，然后 T2 这个事物呢做了在中间的时候做了一次修改，然后三哎它做了一个验算，验算之后不对了，验算之后它不对了，所以这叫不可重复读。然后还有叫读脏，读脏数据呢就是比如说像 T1 是吧， T1 对这个事物 A 进行了一个写操作，然后 T2 读到了它的一种中间结果，读完中间结果 A 等于70，然后做一个回滚是吧，回滚又恢复到20，相当于 T2 读了个寂寞是吧，读到的是一些脏的数据。好，这就是这个内容。那么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并发控制就会带来一些问题，带来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如何进行解决，我采用的是封锁机制。封锁呢分为共享锁和排他锁，共享啊，共享是读，排他是 X。 那么这一块是啥意思呢，就是这种场景，比如说 T1 这个事物对 D1， 这个 D1 是数据， T1 如果对 D1 加上的是 X 锁，那么 T2 和 T3 再想对 D1 进行加锁的话加不上，加不上了，加任何锁都失败了，这是这是排他锁。那么还有呢，如果说 T1 对 D1 加上的是 S 锁，那么 T2 和 T3 可以在基础上继续加 S， 但是不能加 X， 这就是它的内容啊。好，这是这一块的内容。好，那么数据库这一块如果没有基础的话，学起来确实非常抽象啊，确实。那我们这是直播是在录播的基础上去讲了啊，并不是从头到尾的再给大家去讲知识点了哈、啊、那这个讲知识点肯定讲不完这些个哈、啊、那只不过我是给大家回顾一下比较重要的内容而已。好，下面是关于数据库的备份。那么我们知道咱们数据呢为了安全要做一些备份，
备份呢会包括冷备和热备，是吧？那么冷备呢是在数据库正常关闭的时候，正常关闭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些备份，而热备呢是在正常运行的时候，一个是在关闭的时候，一个是在运行的时候。好，然后下边呢备份的内容我们可以分为完全备份、差分和增量。完全备份就是备份所有的，而差分是备份上一次完全备份备份后的过变化的，而增量我不管你上一次是啥备份，上一次是完全备份还是差分备份，我备份的是上一次变化后的数据。好，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假设在星期一的时候我做了一次完全备份，那么我星期二的时候呢我做了的是差分备份，那我如果我在周三我想做增量备份的话，备份的是啥呢？备份的是我这个星期二变化后的数据，是吧？变化后的数据我就把它备份起来。那么假设我这个周四我想做差分备份啊，我做差分的话，那么它如果做差分，它是备份啥数据呢？备份周一变化后的数据，它都给备份下来，因为它是备份的是上一次完全备份变化过的数据啊，这是它的一些内容。OK， 好，这是我们这一块啊，这一块呢都是概念的东西，这没啥了，是吧？把我画上的关键字掌握就行了。好，那下面我们给大家来一道案例分析啊，案例分析大家看一下这一块是怎么出题的，好吧？首先我们先来给大家读一下。某婚庆公司为了便于开展管理业务啊，这块呢这个概念性的东西我们就看到这一块啊。需求分析，然后第一个，公司设有受理部啊、策划部和其他部门，部门信息包括部门号、部门名，然后部门主管联系方式，每个部门只有一名主管，每个主管只负责一个部门的管理工作，一个部门有多名员工，每名员工只属于一个部门。然后第二个，员工信息啊，包括员工号、姓名、部门号、职位、联系方式和薪资，然后其中职位包括主管、业务员、策划员等，业务员负责受理员工申请，然后设置受理标志并填写业务员的员工号。一名业务员可以受理多个用户申请，但一个用户申请只能由一名业务员受理。然后第三个，用户信息包括用户名啊，还有用户号、用户名、电话、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其中用户号是吧，唯一的标识了它的一个元组。然后第四个呢是员工申请，员工申请会包括申请号啊、婚礼日期啊、婚礼地点呀、等等等等啊，就是包括一堆。然后申请号是唯一的标识了一个元组，且一个用户可以提交多个申请，但一个用户申请只对应一个用户号。然后第五个是策划部主管啊，为已受理的用户申请啊，然后制定婚礼策划任务，策划任务包括申请号、策划内容、参与人数啊、要求完成时间，主管参照员工关系的员工号。申请号唯一标识策划任务的每一个元组，一个策划任务只对应一个已受理的用户申请，但一个策划任务可由多名策划员参与执行，且一名策划员可以参与执行多项策划任务。好，这个是这些东西哈。来，我们看一下关于这一块概念啊，概念模型设计。概念模型设计呢，主要是设计了一个压图，然后它告诉我们的这个图啊不完整，是吧？然后关系模式设计。那么概念设计呢，是我们的概念设计阶段。关系模式呢，是我们的关系模式设计，就是逻辑结构设计阶段，是吧？它会有这些个内容。然后下面我们看问题一啊，根据题意讲关系模式中 A 到 D 属性补充完整，并填入答题纸对应位置。好，那么这一块呢，就是让我们去把一些个内容填在里边。来，大家来看一下这种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填，是吧？关系模式让我们去把 A、B、C、D。然后把这一块补充完整，来，大家看一下自己有没有思路啊。来看一下这一块有没有思路去把它这个填上啊。
那首先这种题型我们怎么去找，是吧？那我们就看一下关于部门，是吧？部门表包括部门号啊，哎，名，这个部门名啊，主管电话，还有邮箱号。然后在这一块大家看员工，员工包括员工号、姓名、什么职位、联系方式。那么我就返回头来去看，那么这种题我们怎么去做啊？咱们咋去做这种题呢？哎，其实这一块啊，相对来说它有一些做题的技巧啊，我给大家去讲一下它的技巧。那么这种题型我们在找的时候，是吧？你找的时候你上哪里去找？上哪里去找？从我们的题干中，就从这一块，是吧？找，这是第一个，从题干中去找。第二，去找跟它的关系，通过它这个图的关系去找啊，就是从这两个角度。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在这一块，你看员工信息包括这么一堆，对吧？包括这么一堆。那么我们看一下在这一块有什么了呢？哎，我们把这块给出来的画上啊，有员工号、姓名，也就是说员工号、姓名，哎，职位、联系方式、薪资，你看这些个是不是都有了？都有了之后，是不是还有个这个部门号啊？你看是不是部门号它没在这一块写出来呀？那么所以 A 处是不是就应该填它，填部门号，对吧？好，所以这一块 A 我们就搞定了，就是我们应该从题上，是吧？题上给出来的这些个信息里边，然后就把它找出来，这种啊就可以了。好，这是关于员工。然后下面我们看用户，哎，用户他这儿没有缺。下面我们看用户申请，对吧？用户申请这一个，那么用户申请我们来看一下，它包括的是这么一堆，是吧？包括这么多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用户申请。来，那么用户申请大家看是不是它也会包括这么一堆呀？那么在这一块我们看一下它给出来的啊，给出来的像申请号，是吧？婚礼日期，地点，用户号，这都给了，还有受理标志也给了。那么还有呢，就是他还给出了一些策划任务，是吧？策划任务。那么在策划任务这一块，是吧？也就是说这一块，来我们继续看啊，那也就是说他还包括了这些堆啊，这一堆。那也就是说他会包括策划相关的内容，那有策划任务这一块的内容，是吧？然后他会包括策划内容，参与人数，还有呢要求完成时间以及主管。好，那这一块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他已经给出这些了，给出这些个之后呢，我们要把它去掉。那么我看一下在这一块还有没有，是吧？没有标识出来的，你比如说在这一块员工申请信息里边，你看是不是还有一个预算费用，预算费用是不是没写出来？所以那 B 是预算费用，是吧？哎，这一块我们就填出来了，就是在这一块嘛。好，那在这里边大家看一下，除了这一个还哪一个没给呀？哎，在这一块业务员，是吧？业务员它是一个，哎，这是相当于一个外件，所以在这个里边，那么 C 就是填业务员啊，在这一块。那么下面就是策划任务的，那策划任务大家看，哎，策划任务是不是在这一块？它会包括你像申请号啊，策划内容等等，是不是还少了一个申请号？这一块没给写出来啊，所以 D 呢就是申请号嘛，对吧？是不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一块 A 到 D 是不是都填完了？填的时候就根据我们这个啊内容，然后你去找就可以了，好吧？好，那么这是第一小问，第一小问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属于送分题，这是一定要掌握的啊。然后第二个呢，让我们来填一下根据我们的需求分析的一些图，是吧？让我们去找一些关系。那首先我们看部门和主管之间的管理类型是属于啥，那就是部门啊，在这一块有部门还有它的这个部门和主管，部门和主管他们的管理关系。那管理关系问我们这一块的关系是啥，是吧？我们学到了这些关系呢，有一比一，有一比 N， 是吧？是不是有这些个关系啊？那这个时候来我们看一下部门和主管，那部门和主管我们怎么去找呢？来，我们去关注一下这些词眼，大家看这样的一句话，
在咱们的描述中有这句话，每个部门只有一个主管，每个主管只负责一个部门的工作，是吧？那么这种是不是一对一啊，一夫一妻，是吧？一个丈夫有一个妻子，一个妻子对应一个丈夫，那这种是不是很明显的一比一的关系啊？这块比较简单吧。然后下面我们看策划员和策划任务，在这一块呢有一个叫策划员和策划任务之间。那么这种题呢我们就去找呗，看一下策划员和策划任务。那么在这一块我们来看一个策划员啊，只对应一个用户申请，但一个策划任务，来大家看，一个策划任务可以由多名员策划员是吧，策划员去执行，一个策划员也可以执行多个任务，那么也就是说哎，就相当于多夫多妻是吧，一个丈夫有多个妻子，一个妻子也有多个丈夫，那么有这种描述的是啥呀？这个很简单了吧，这是多对多，对吧，属于多对多的关系啊。好，下面我们看用户申请。那么用户申请和业务员哎，在这块是用户申请和业务员之间，那么我就找用户申请和业务员，大家来看到这一块，一个业务员可以受理多个申请，但是一个申请只能由一名业务员受理，这很明显是一种啊，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要注意一个啊，你看一个业务员可以是多个申请，但是呢一个申请只能由一个业务员，那么这种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大家这一块是吧要注意，用户申这是用户申请，如果我说业务员和用户申请的关系，那么就是一对多，那他反过来了是吧，他说申请对业务员，那么我们知道一对多和多对一是吧，我们要给大家就有一个反的关系啊，这个反的关系大家要理清楚是吧。好，下面是用户和用户申请，那么用户和用户申请我们再继续去找跟用户和申请相关啊，用户和申请，那么在这一块呢大家来看有这样的一句话，一个用户可以申请多个是吧，可以有多个申请，但是一个申请只对应一个用户，那么这种来大家看这一块问的是用户和用户申请的关系，用户是主体，申请是客体，他们之间是一对多的关系是吧，而我们上面这一个呢是客体，这是主体是吧，因为我们是业务员对应申请是吧，他们之间的关系啊，我们要把握一下。好，所以第二个我们就也做完了是吧。好，下面我们看一下问题三。问题三呢说用户申请关系的主件是谁，然后用户申请关系的外件是谁啊，然后策划任务的主件啊，然后策划任务的外件。那么在这里边首先我们看用户申请，那么用户申请其实呢就是我们如果答这种题我们看哪儿是吧，答这种题呢我们就看这儿呗啊，就是看这一块，他让我们来说一下用户申请，那么用户申请来我们看一下是对应的是这一块的内容，那么申请我们看到在这里一块申请号呗是吧，是不是申请号是它的一个主件呀啊，那在这一块来我们看一下啊，那就是再标识一下，在这一块大家看申请号唯一标识每一个元组是吧，申请号唯一标识每一个元组，所以说申请号是它的主件，申请号是它的主件啊，在这一块是吧，然后让我们看一下它的外件是谁，那么外件是谁我们怎么去找啊，怎么去找，在这一块呢我们刚才给大家添了一下这个 B 呢是啊 B 在这一块呢是预算费用，然后 C 呢是业务员对吧，好，那么在这里边我们说它的外件，它让我们去找它的外件是谁啊，外件，那么外件很显然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用户号，大家看一下用户号是在哪儿啊，是在用户这个关系模式中，而业务员呢啊，业务员大家来看业务员是不是它也对应着它的一些业务号，也就是说在这一块啊，在这个员工信息是吧，员工信息包括它的部门号申请啊，申请那用户号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业务员参照
员工表的，是吧？他有一个参照，那也就是说我的业务员是参照他的员工号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看这个用户号，用户号呢是不是啊在我们的这个用户表中，那他在员工信息这一个属性这个关系中他就是一个外件，同时业务员是不是也是一个外件呀？好，所以在这一块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有用户号，是吧？用户号然后和业务员，或者说你反过来也是 OK 的啊，都可以。然后下面我们看策划任务，那么策划任务呢就是哎在这一块是吧，策划任务是吧，策划任务它在这里边。然后他问我们策划任务它的一个主件，它的主件是谁，那在这一块我们就找策划任务。那在这里边你看一下这个申请号唯一的标识了每一个元组，所以说那么它的啊主件就是申请号，是吧？申请号是这样意思。那么它的外件，外件呢就是我找一下，我去找啥呢？去找一些哪一个，是吧？哪一个是在它这个里边啊，就是我需要看一下在这里边它是别的表里边的，而不是说我这个里的。那么申请号是，然后策划号是，是吧？你看在这一块有个主管，那么这个主管啊在这一块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里边你看主管参照员工关系中的员工号，那也就是说我这一个主管信息它对应的是这个员工号，所以说主管是它这一个关系模式的外件啊，所以它是一个外件，所以在这个里边呢它就是主管是它的一个外件。好，下面是问题四啊，问题1-4，请问执行关系的主件啊，问我们一下执行阶段它的主件是申请号和策划员，它的说法正确吗？为啥？那下面我们就看执行，是吧？执行就是这个关系表，那它在这里边我们来看到执行它是一个啊，执行这一块是吧，它是一个这种联系或者叫关系。那么联系的话我就需要把两端，是吧？把两端的哎一个它的一些这个主件当成我的这个当成我这种联系的一个主件，作为一个组合主件。那也就是说策划员哎这一块，然后申请号是策划任务的主件，也就是说我需要把两端的主件，是吧？我需要把两端的主件放到一块儿，然后再加上哎他的一些实际的时间啊，这个呢是他自己的一些主件属性，然后我给他连作为一个联合主件而存在。所以那么这一块呢他说他说是主件是他哎，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啊，因为他们两个是一种多对多的关系，多对多呢我们需要独立的转化一个关系模式，那么他的主件呢是两端，是吧？就是说他是这两端的码，然后作为它的一个联合组件。好，那其实案例分析题最重要的就是这种题型，你看一下你这种题型如果出来你会不会做啊？好，那这就是咱们的数据库的内容啊，其他的就没有了，看一下在这一块有没有问题，来看一下这里边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可以提一下，哪道题有什么问题？好吧，案例分析 SQL 语言制表吗？案例分析，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的案例分析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 SQL 语言啊，有时候会有一些 SQL 语言的，但是呢。SQL 语言主要会出现在上午的选择题中。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都要转联系吗？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的联系呢，就是可以是单独的。不管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还是多对多，都可以是单独的进行转换。当然也可以，是吧？你当然有或，啊，或呢就是一对一可以在一端，然后呢一对 n 的关系是必须在多端 ，m 比 n 的是必须是单独一个，
单独一个组件。题库的话我不太清楚啊，就是说大家对应做什么样的题库的话，我不太清楚。第一、第二，如果咱们的数据库范式的话，那一块呢，如果你掌握不了的话，你可以放弃，对吧？因为它只会出现在，我看就上午选择题出现过一道题，因为一二三范式的话，如果讲起来的话，得好长时间啊，得非常长的时间啊。我可以粗略的说一下，第一范式要求所有的属性都是原子的不可再分的，第二范式呢要求非主属性。非主属性要对主属性是完全函数依赖，要消除它的部分函数依赖。而第三范式呢，要求所有的非主属性不能对主属性有传递函数依赖。还有 BC 范式，BC 范式呢，要求在满足第一范式的基础上，所有的主属性之间也不能存在部分函数依赖和传递函数依赖。那第四范式要求所有的要去除一下多值的依赖啊，多值的依赖场景。笛卡尔基啊，我看一下这个笛卡尔基，哪道题是这道题吗？S1、S2、S1、S2 是哪道题啊？哪个笛卡尔基是这道题吗？笛卡尔基呢，就是这种，我用每一个关系啊，比如说我这个 S1 笛卡尔基上 S2。它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我用 S1 中的这一个元组，分别和 S2 中的每一个元组做一个结合，然后这个我就得到了，你看前三个元组，然后那么我第二个是吧？然后下来我在第二个分别和 S2 中的每一个元组，然后做它的并，然后第三个是吧？在下面是第三个元组啊，就是，所以它就是这种关系。那么这种就是笛卡尔基啊。电脑，如果咱们电脑答题的话，一对多这种有，一对多你可以写星对星啊，一对多的话可以写星对星，可以写 M 比 N。笛卡尔基，这就是笛卡尔基呀，这个就是笛卡尔基的意思。笛卡尔基就类似于多项式的一个乘法啊，你看是不是就是我用这个每一个元组分别和其他的一些元组做并集啊，就是把它们合在一起，对吧？好，这一块还有没有问题啊？还有吗？还是哪一个？哪个例题是哪一个例题？是这一个吗？是这一道题吗？我一共就讲了两道题啊，一共就讲了这么两道题。C 选项怎么了？C 选项有什么问题吗？这一块儿啊，那这一道题呢？咱们看一下咱们的第二问啊。那咱们的第二问是这样子的，它让我们找出与它相同的关系表达式，是吧？相同的关系表达式。那么在这一块儿呢，首先大家看一下，它是先求的是咱们的这个式子，是吧？咱们这个式子呢，它是笛卡尔基，对吧？它是笛卡尔基，笛卡尔基之后的属性列是不是这样子？A、B、C、D、C、D。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它是让我们去标识啊，标的是一三四啊。那这个就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三个，这是第四个，这是第五个，这是第六个，是吧？然后把属性列标上，然后这块呢，我笛卡尔基就求完了，是吧？笛卡尔基是不是求完了？然后下面它让我们去选择三等于六，那么三等于六，大家看一下，三是啥呀？三是不是 R 的 C 是三？那么六呢是指啥呀？是不是 SD 是六？
它让我们三等于六啊，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 r 的 c 等于 s 的 d 呀、啊？这不就是三等于六吗？是吧？然后下来让我们去投影出啊，投影出一四，那么一就是 a， 四就是 d 吗？对吧？四就是 r 的 d，a 和 d 吗？这一块有什么问题吗？投影出一四啊，一四这不就是这个不就是第一个，这不就是第四个吗？这不就是 a 和 r 的 d 吗？对吧？a 它之所以没写 r 的 a， 是因为 a 没有啥歧义。它为啥写 r 的 d 给标了 d 呢？它是和 s 的 d 做了一个区分啊，它是这个意思。r 的 a r d r 的 a， 它其实如果这样标可能会更清晰一些，但是呢，就是它本着一个原则，一般来说它不标，就是因为 a 没有啥歧义。a 没有歧义，你看在整个一二三四五六中 ，a 就是 a， 你看剩下的有 a 吗？没有吧？那唯一标识不清的，这不就是 r 的 c，r 的 d， 这是 s 的 c，s 的 d 吗？就是这个意思吧。